大家好，我是老五，我现在抱着一只狗狗啦，就是新救的那一只金巴。这只金巴它身上不是有那个皮肤病吗？今天老五带它去医院呢，去打一个针，顺便再给它检查一下有没有别的什么病。这只狗狗叫白雪，以后家人们呢叫它白雪就可以了。同时老五也希望家人们能够喜欢这只狗狗。白雪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有很多好心人关心你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比如说今天我去打针了。 狗它身上有那皮肤病，我给它打个，你看这里哈，是吧？还有这，还有这里，好。你洗过澡吗？啊，昨天给它洗澡了。啊，别动啊。这给你。好，好了。给它搭个针。别动啊，狗狗，听话啊，别动。别动。好。然后再做一个 B 槽，你再来pin按一下。蒙古为保安职工问出问题，检查一下职工图。啊，职工的。没啥问题吧？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就好。就是你看到给你要。 好。宝宝要乖啊，给你打疫苗呢啊，打疫苗呢，乖。好，好，别动。别动。 痛不痛啊？打针的啊，痛不痛啊？我打得很慢的，应该不会痛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让我抱一下啊，抱一下。你怎么那么乖呀？啊，一声都没有叫，是不是？这只狗狗，我跟大家说一下情况，它不是有那个皮肤病吗？今天给它打了一针那个治皮肤病的针，还有就是给它做了个 B 超，检查一下它那个中药部位。狗狗啦，一切都很好，很健康。 所以说，家人们不用担心。今天的话，老五打这个疫苗啊，是老五自己买的，所以我们害怕买的假货，所以说我就故意啊跑到那个畜牧局去买的。这只狗狗目前为止胆子也大了一些，狗狗啦比较健康，所以说家人们不用挂念，老五啊一定会好好照顾的，把狗狗啦照顾的好好的。老五剃毛孩子啊，谢谢大家对毛孩子的关心。